你知道吗？我21点从来没输过，可我终于碰到了一个对手。你猜他才多大？跟咱们子布差不多。这孩子啊，记忆力强，对数字特别敏感。我让他连赢我3把，手脚干干净净，真是个神童，难得的人才。说也奇怪，我跟他好像有什么特别的缘分。搅黄了子布和令仪的婚事是他，搅乱赌场的也是他，我撞伤的那个女孩竟然是他的未婚妻。选吧。也对啊，要不选的话怎么叫神童呢？好了，不早了，该休息了。听话，乖，啊，收起来，明天再玩。来，令仪。哎呀，不要看了，看什么看呀！司机，快开！令仪，令英，站住！令英，令英，你这几天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要开学了，我很忙。是不是你爸不让我们见面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想重复。令英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跟我说吧，林一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玩腻了，不想玩了。你在骗我？我没骗你。那为什么？分手对你有好处。是对你有好处吧？你过不了这种生活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会孔家当你的千金大小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的对。那孩子怎么办？你去玩腻的那孩子怎么办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。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完全是因为我怀上你的孩子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怀过你的孩子。这些都是骗你的，你现在可以安心离开我了吧？
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？哼，咸鱼头怎么敢打电话呀？陈忠这么激动。周继春，哎呀，我叫你，你怎么没听见？吴教授，你看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当活动广告呢？快，跟我回学校吧。回学校干嘛？啊，我写给学校的澄清信呢，起作用了。这可是个好消息啊！校方决定让你恢复学籍，让你啊回学校去，让你只要完成上学期的补考。那就可以升三年级啊！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善言商号的行善慈善基金会给我们数学系一个奖学金名额，系主任决定把这个名额给你，这样你就可以专心念书，不用再半工半读了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好像不高兴了？吴教授，谢谢你帮我写信给校董会。但我相信，并不是因为你的澄清信才恢复我学籍的。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行善基金会，你请他们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吧。我不需要。哎，季春，周季春。出水芙蓉，大家来看电影呢。出水芙蓉，看电影喽。出水芙蓉。来，多吃点。我今天在街上看见季春哥了。是吗？你跟他说话没有？他背着两块大广告牌在街上走来走去的。他在做活动广告？奇怪，他不是已经和孔令仪在一起了吗？怎么还干这些？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季春和孔令仪分手了。什么？这种千金大小姐感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前几天我见他在教务处交学费，分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歌照唱，舞照跳，书照念。可惜了季春，大好前程，被这个女人给断送了。孔令仪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千方百计地把周继春抢走了，这才过了多长时间你就变心了？我问你，你干嘛要这么做？我高兴。你高兴？你高兴就可以把你的幸福建立在他的痛苦上吗？爱情是不择手段的，只要能够得到。你已经得到了，为什么又离开他？我愿意，对不起，我要上课了。站住！你把周继春当什么了？他是你的玩具吗？你
你想怎么摆布他就怎么摆布他。就算是他是你的玩具，可你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你将来怎么向他交代？我没怀孕，那是骗他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怀孕，我是骗他的。孔令一，你太卑鄙了，卑鄙！谢谢你这巴掌，我们扯平了。周继春现在是你的了，没人跟你抢。芬，你怎么又到上海来了？我和健身哥一起回来的。嗯，有地方住吗？我现在住在健身那里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健身哥，你先喝点水，我去给你煮面。有些时候真想放弃，游离这欲望的拥挤，在我的心头有你的温柔，牵着我走下去。繁华是一生的游戏，填不满心的痴迷，终于明白世间只有爱有意义，去留之间该如何继续。老师和同学们，下面请您欣赏由周璇给您带来的《五月的风》，希望这首歌能给您带来温馨和快乐。哟，今天天气晴朗的，不和你的情人周继春浪漫度过，怎么有闲心来找我呢？我们分手了。小骗人啦！我没骗你，我们真的分手了。
你们不是爱得如此强烈吗？不是地老天荒就是海枯石烂的，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？令仪，发生什么了？你告诉我。哎，令仪，要不是我爸逼我，我绝对不会跟季春分手的。不过我爸说的对，月红，我不能只图自己爱的轰轰烈烈不顾别人。的爱真正的爱。令爷，千万别这么说。我爱青春，我就要为他的前程着想。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你们这可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呢。哎呦，周继春了解你的心意吗？他了不了解不重要，只要他学业有成，事业有成，一天比一天过得开心，我们俩分手就值了。令仪，我觉得你变了，你开始替别人考虑了。你别哭了，令仪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真的。月红，我真的好爱他，好爱他，我这辈子只爱了一个人。月红，我该怎么办？国涛同学，你这是太感人了。原来，爱情是开启人生秘密的一把钥匙，可惜它不属于我。令仪同学，既然是这样的人。郭涛同学，懦夫是得不到美女的，是暗恋者的告白。别哭了，没有什么的，真的，别难过了啊！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。哎，玉红，你刚才可忘了关麦克风了。你们俩的聊天全都广播出去了。我怎么会忘记关麦克风呢？想真情告白不必用这种方式吧，可以直接跟咸鱼头表白啊。真丢人。丽姨，我不是想要故意泄露你的隐私的。陈玉红，你也捉弄我。天珠，我恨你，是你破坏了我们三剑客的友情，是你夺走了丁一的男朋友，这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毁掉他的一切呢？你究竟想要怎么样？哎，小喇叭，你倒说起我来了，是你把人家的事情公布于众。不过也怪令仪太嚣张了，太自以为是了，他这是自食其果。是我干的，我帮令仪的倒忙，是我对不起他。你向我表白什么呀？你去向他说呀，要不然你再把麦克风打开，让全校都听见。你住嘴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出去，你给我出去。啊，令仪同学，能一起喝咖啡吗？嗯。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请你喝咖啡。咖啡不是喝完了吗？要不再多来一杯吧。喝多咖啡对大脑有刺激。这么平淡的生活，多点刺激难道不好吗？我不需要刺激了。令仪同学，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啊。
人生哪来那么多开心的事儿啊？以前，你是那样的快活，那样的无忧无虑，整天像开心果一样。啊，你像春风般无孔不入，带着雍容的姿仪，令人心悸摇荡。令仪，我。兰嫂，把盘子给我，我送上去。少奶奶不行，把东西给我。少奶奶真的不行，老爷不让。老爷不在家，我说了算。给我。肥猪。少奶奶。兰嫂，你先上去。是。你干什么呢？我想看看楼上到底住着什么人，神神秘秘的。不该问的事儿别问。我为什么不能问啊？我也是这家里的一份子啊。你要是想继续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告诉你，最好别问。好奇心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Do you understand? 你干什么？回去。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你们所有的秘密。这是咸鱼店不卖咸鱼，能叫咸鱼店吗？把这些鱼啊，再腌半个月就可以卖了。哎，这些鱼钱是向健身哥借的，你得还人家。志芬，来，帮我把袖子卷起来。咸鱼店的生意上了轨道之后，你就把工给辞了，回学校去念书。别忘了，你是状元，可不能让别人给看扁了。我不念书了。你爸妈卖咸鱼把你从小养大，我相信同样是靠卖咸鱼，我一定能供你把大学念完的。我不记得你对我这么好。饭菜都在锅里呢，热的。志芬，去吃吧。什么呀？中英数学对抗赛。对抗赛什么意思啊？中国跟英国的大学生每3年都会举办一个数学比赛，今年由深大跟剑桥主办，但就我所知，中国已经输了3年。谁给你拿过来的？为什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呢？可周继春现在不是深大的学生了。谁说季春不是深大的学生啊？校董事会不是已经恢复他的学籍了吗？他毕竟没来报道啊。只要他来参加比赛，不就等于来报道了吗？再说了，只要他取得冠军，他就会留下来继续完成他的学业。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？这次英国派来的是剑桥历届最具有实力的选手，难道您希望我们中国继续4连败吗？当然不了。这就对了，现在不是讨论季春有没有资格，而是来讨论他有没有实力啊。他当然是有这个实力了。那您就应该让他上啊。可选手早就定了，他们整个寒假都在突击训练，现在临阵换人可能不大好。教授。孔令仪同学，我知道你很想帮助周季春，我也想，但是真的很抱歉。
第三届中英数学对抗赛第一回合比赛现在开始。现在我宣布第一回合比赛英方获胜。耶耶，刚出锅的阳春面来一碗吧。刚出锅的热乎的阳春面来一碗吧。阳春面，热乎的阳春面，刚煮好的阳春面，热乎的，热乎的，来一碗吧。老板娘，给，谢谢。老板娘，你有看到我的广告板吗？没有啊。那我的广告板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吴教授，到底是对还是错啊？您倒是话。我突然感到很悲哀呀。怎么了？一个数学天才居然在街上当广告看板。你是说他的演算完全正确？真的？要是周继春能参赛的话，那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。可现在问题是，即使学校同意换人，他未必愿意啊。吴教授，季春只听您一个人的，只要您出马他一定同意的。可是吴教授，您就眼睁睁看那些外国佬说我们中国没有数学逻辑思维啊。再说了，您不知道那几个外国佬多狂，他说我们中国人一定比不过他们。哼，笑话，这只能说明他们太肤浅幼稚。你就眼睁睁看那些外国人嘲笑我们中国人呢。好吧，那我就去找周继春谈谈。啊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帮继春哥看店啊。你会做生意吗？我跟你学的，我去菜市场买了些鱼回来，腌上十天半个月就能卖了。我发现这鱼啊，只要不腌得那么臭那么咸，上海人还是能接受的。你继春哥呢？他上班去了。他上什么班啊？他现在在广告公司上班。哎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儿子，我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，我呀不放心你呀。哪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儿子，孔小姐呢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啊？你跟她到底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。没怎么样？嘿，你跟菊芬拉着揽着的什么意思啊？谁受得了啊？我跟他分手了。分手？你们俩分手了？啊，你跟孔小姐分手了？一定是菊芬插进来把你们俩拆散的，对不对？跟菊芬没关系。哎呦，怎么会没关系呢？我一看他住进咸鱼店，我就知道情况不妙，一定是他把你们搅和了。你别什么事都怪他。哎呀，这个菊芬呐，
平时看他不哼不哈的，鬼主意可大了。我跟他妈呢，还以为他看上剑生了呢，没想到他是冲着你来的。哎呦，都怪我没有把他看好，没想到他这一溜烟的跑到上海来了。哎呦，你说他这一来，还不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吗？谁大闹天宫了？我是嫌我自己找哥们儿没跟过来。你这不是跟来了吗？孔令仪还在呢，你可以去找他去啊。哎呀呀，你看看你看看，真是越来越不好惹了，他居然跟我顶嘴了。我没顶嘴，我只是把话放在这儿。孔令仪和季春哥的事儿不是我搅散的，至于他对季春哥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去问姓孔的吧。我自己去问，不用你教我。哎，少说两句。是他少说两句还是我少说两句？都少说两句。哎，这世界上哪有媳妇儿这么跟婆婆说话的呀。啊，谢谢你还承认我这个媳妇儿。啊，哦，这句话不算。是不算，你从来没有承认我和季春哥的亲事，打心眼里就瞧不起我。哎呀，菊芬，这话可是你说的呀，你真是变聪明了。人呐，就是要有自知之明。讲什么？哎，季春，季春哥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你给我待着，你坐下。我就知道啊，我妈一来，他们两个就得吵。你和菊芬是不是又好上了？我怕她伤得太重，在她面前我永远都觉得自己像个罪人，永远都抬不起头来。你到底爱不爱她？剑生，我今天突然发现我是一个情感上的失败者，我没有资格说这个。你倒有点徐志摩的味道。哎，什么徐志摩？你终于知道孔令仪不是东西了吧？是终于知道我周继春不是个东西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能再拿菊芬当垫背的了。我是怕孔令仪找上门来给你两碗迷魂汤灌下去，你又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我现在是心如止水，懂不懂？心如止水。喝，来，干杯。哎呦，菊芬呐，你真像你娘一样长了一双巧手，这做什么呢就像什么。我知道你生我气了，怪我呀没有向着你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是我也很难呢。你说这令仪是季春他自己看上的，我又没硬塞给他。是在孔令仪自己不要脸缠着季春哥，季春哥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可是现在呀，生米都做成熟饭了，他已经怀上我们周家的骨肉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倒想知道这生米是怎么煮成熟饭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这件事情放到我身上呀，那我也会很生气。俗话说呀，宁拆十座庙也不拆一门亲，你们俩这门亲呢是孔小姐拆散的，这能不生气吗？可是啊，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，菊芬啊，你就让一让吧。啊，我凭什么让？这不公平。那你要觉得要公平的话，那这样好不好？
等过几年呢，季春也愿意了，孔小姐呢也不反对，那就收你做一门偏房好不好？这不可能。那你什么意思？那你要把我们周家的骨肉就这么推到门外去啊？她孔令仪根本就没有怀孕。哎呀呀，菊芬菊芬呐，你来上海才几天呢，你就学会撒谎了你。我没撒谎，是她撒谎骗你。我亲手摸过她的肚子，难道我也撒谎骗你吗？你亲眼看见过她肚子里的孩子吗？菊芬，今天我把话说明了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他们这个婚是结定了。哼，中英数学对抗赛第二回合比赛现在开始，请问是谁最早对微积分做最早的系统处理？英国选手。在这儿，哎，我在这儿等你呢。你上来吧。哎，哦，季春，季春，吴教授。哎，你怎么到学校也不来看我，把我给忘了？没有，看你在忙着比赛的事，不敢打扰你。怎么，比赛你都看了？嗯。那你有什么感想啊？英国人太嚣张了。不是英国人太嚣张，而是我们技不如人呐。那为什么不找高手来比呢？想找，当然想找，可就不知道这高手愿不愿意啊。季春呐，我看能打败英国佬的高手啊，就是你。吴教授，别开玩笑了。我都离开学校这么久，不过才半年而已嘛。我看过你的演算，完全正确，说明这半年多你没有把数学扔掉。什么演算？你在广告板上的演算。谁给你的？啊，那你就不要管是谁给我的了。季春呐，回来吧。只要你点个头，我马上跟学校商量去，让你参加比赛。这可是关系到中国数学界的一场尊严之战，不管胜负如何，你都应该出一份力啊。一块，两块，够钱。伯母，我和季春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他知道我假怀孕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你们把事情办了，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我想季春这辈子都不会娶我了。宁姨呀，别着急，咱们想个办法。季春呢，是我儿子，我最了解他了。你给他说几句好听的话，把身家放低一点，他就没辙了。不过你是千金大小姐，让你把身价放低一些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伯母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季春回学校读书。他是大家公认的数学天才，学业就这样荒废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哎呀，丽姨呀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着想，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气死我了。其实他跟菊芬也挺好啊，不属有的东西强求不来的。令爷，你别着急，妈呀不会让你受委屈的，我一定把这个局面给扳
过来，等着瞧吧。太甜了。哎呦，回来啦！菊芬呢？啊，买菜去了。我去换件衣服，等一下出去一下。儿子，你等一下，过来，妈跟你说件事儿。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，今天我去见令仪了。我想到了，你要说什么就说吧。我是想把你们分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。这是我跟他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吗？这怎么是你跟他的事情呢？这是我们周家传屋的事情。其实啊，你对令仪的误会可大了。我误会他什么？是令仪怀孕的事情啊，可能都是我教他的。是令仪怀孕的事情啊，可能都是我教给他的。你教给他？啊，我在上海把整部戏怎么唱全都教给他了。你说清楚一点。我跟他说呀，你要想得到季春啊，不能引来，只能智取。那菊春不是要到乡下跟菊芬成亲吗？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回头，那就是告诉他你怀上他的孩子。妈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样子怎么对？是，我是过分了点，可我都是为了你好啊。你想一想，人家令仪也是金枝玉叶的大小姐，为了你连自己姑娘的体面都不顾了，还说她当众说怀孕了，她需要多大的勇气啊。人家令仪啊，对你可是一片真心，为了你把姑娘的脸面都丢光了，把娘家人都得罪光了，就是为了要跟你在一起。可是你呢，对人家是三心二意，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你对得起人家令仪对你这份情谊吗？假怀孕怎么了？等你们结了婚，那不就真怀孕了？我没办法跟你讲道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道理。儿子，听娘的话，去把他追回来。要追你追。谢谢大家。陈老板，欢迎您百忙中拨冗出席我们第三场比赛。这次对抗赛幸亏有您的大力支持，才得以顺利举办。请别这么说，发展科学，培育英才，人人有责嘛。啊，陈老板讲得好，讲得好啊。哎，啊，请，请，请。现在我宣布，中英数学对抗赛第三回合比赛现在开始。
比赛的中方选手分别是罗奇峰、白家昌和周继春。啊，周继春！现在差不多一分快讯，中英数学对抗赛第三场比赛已经开始。他不辍学了吗？全场比赛的中方选手分别是罗奇峰、白家昌和周继春。时间到，我宣布这场比赛中方获胜。喂，你好，我找一个叫张小平的记者。小平啊，我是佩珠啊，我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要跟你说。下面记者招待会就开始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，请吧。请问周继春同学，你代表深大击败强劲的英国选手有什么感想？嗯，蛮高兴的，但是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也要能赢才行。你比赛的时候紧不紧张？有一点紧张。据说你现在已经退学了，你目前并不是深大的在籍学生，请问你凭什么资格参加比赛？啊，你不是学校学生啊？就是啊，这是怎么是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对啊？学校怎么这样？姚副校长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过分了，太不合理了。姚副校长，对啊，姚副校长。姚副校长，吴教授，今天的事你必须要写书面报告向董事会解释。哎，姚副校长，这件事情确实我做的是不妥，没有预先向校方申请报告就派周继春上场，欠过欠过。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啊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冲动？哎，姚副校长，这不是情势所逼吗？我们已经连输两场，这第三场实在输不起，再说了，我已来不及向校方先打申请报告了吗？哦，那你就先斩后奏了。哎呀，这不是迫不得已吗？你也看到了，今天要不是周继春上场，那我们中方就完全输定了。赢了就更被动了，啊？你看着吧，这报纸这么一渲染，深大就成了众矢之的，乱弹琴。有些时候真想放弃，游离这欲望的拥挤，在我的心头有你的温柔，牵着我走下去。陈叔叔，您已经看了今天的报纸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想请您利用赞助商的影响力恢复周继春的比赛资格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只有周继春能打败英国人。可是周继春他不是深江大学的在籍学生啊，他没有参赛资格。我认为组委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不对啊。资格都是人定的，我认为只要能打败英国人，他就有这个资格。林毅啊，没有规矩难成方圆，你父亲没有教你这个道理吗？做人做事都要讲究规矩，这个社会要没有规矩，那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可是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呢。陈叔叔，您作为这次比赛的最大赞助商，您也不希望奖杯落到英国人手里吧？我当然不希望我们中国人输嘛，但是对比赛的结果我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。很抱歉，这事儿我帮不了。
既然陈叔叔不肯帮忙，打扰了。对不起，打搅各位了。好，校长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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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说几句话吗？首先啊，我得先澄清，我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这次的比赛，最后的冠军属于谁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赞助这个比赛的宗旨是，促进中英两国的数学交流。我本人也是学数学出身的，所以我很清楚，一个数学天才的养成是多么不容易。数学啊，是科学之母。国家要发展科学，民族要振兴强大，首先就必须要提升数学的水平。如果我们能够达到一个保护数学天才的共识，那接下来就是技术层面的事了。我个人认为，现在两全其美的办法，首先就是要恢复周继春学籍，让他具备了参加比赛的正当性、合法性。也只有让周继春参加比赛，才能够平息外界的质疑声浪，也才能够让这个比赛具备了真正高手对决的意义。嗯，是，对啊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来高手，只有这样才会提高嘛。是是是，这是我个人小小的建议啊，具体的办法还是各位去商量。但是在恢复学籍上有任何困难，我愿意出面解决，不知道各位的意见如何。爸，我听说您今天去我们学校给周继春求情。你消息还真灵啊。周继春又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，他凭什么代表我们学校参加比赛啊？你是深大学生，而且已经读了几年了，怎么没见你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啊？哼，我又不是数学系的，我是英文系的。好，改天我赞助一个英文比赛，我看你能不能上得了台。哎，不是爸，你跟我较什么劲儿啊？你有资格要我跟你较劲吗？你呀，我对你要求不高，你就今年顺顺利利把毕业文凭拿到手，我就开香槟庆祝了。有您赞助比赛那些钱啊，都够我买好几个文凭了。有你这么不知道羞耻的人吗？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我吃完了，您老也别发火，慢吃。爸，您别生子部的气，他跟周继春是情敌，说话口气当然不顺了。他拿什么跟人家比啊？啊，就是就是。周继春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值得培养。嗯。你嘀嘀咕咕跟老爷子聊什么呢？你说你爸是不是有病啊？怎么了？他非说周继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加以栽培，一定要重用。他这么说了？你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放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不栽培，去栽培一个外人。哼，什么亲生儿子，那得看八字合不合。俗话说了，白马犯青牛，鸡猴不到头。他属鸡，我属猴，我俩斗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这个周继春还真是个打不死的蟑螂，谁知道半途中又杀出个老爷子，又让他绝处逢生。得得得，你说你没事给报社打什么电话呀？我怎么了？哎，你还怎么了？你要不打这个电话，他咸鱼头能上报吗？能那么火吗？老头子能出面帮他？我，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你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成全他咸鱼头的贵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紧张吗？前四场打成2-2平局。今天我是单刀赴会，
你能不紧张吗？季春哥，把手给我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加油，季春哥。现在我宣布，第三届中英数学对抗赛第三场比赛现在开始。第五回合比赛现在开始，请双方选手上场。时间到，来。经过评委的审查，我宣布第三届中英数学对抗赛最终中方获胜。下面请中方选手上台领奖。让爱
这英方选手表现好。那里那里，别客气，我们说实话，英方选手的实力相当不错，我们赢得非常惊险。其实呢，我那么做啊，当然有本事啊。周继春来，这样的比赛应该多举办。吴教授，还靠大家帮忙。周继春同学，谢谢你啊。小周同学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你勇夺冠军啊！为我们申江大学，为中国的数学界争得荣誉啊！真的是学校给我机会。小周同学，我们呢，随时欢迎你回校啊。吴教授，关于小周同学复学的手续，你要抓紧时间办理啊！啊，这个我知道。依我看呢，以小周的程度，直接升大四没什么问题吧？哦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好好好。陈老板，哎，小周同学，陈老板，你在决赛上的表现叫人印象深刻，我也很骄傲，证明我当初没看走眼。我知道是陈老板在委员会上替我力争的，要不然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。找个时间约一下，我跟你好好聊聊。我要先走了。好。继春，你过来一下。去吧。继春，你现在可是大红人了，跟你说话还得要排队。吴教授，我敬你一杯。这次真的谢谢你给我机会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，再一次谢谢你。嗨，你不要光感谢我，你更应该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孔令仪。你知道是谁给你送的信吗？是孔令仪。有些时候真想放弃。又是谁偷走了你的广告板？也是孔令仪。他把这块广告板给我看了以后，我心里就有了底了。在我的心头。还有，当你被取消比赛资格，又是谁去请赞助商陈建仁出面为你争取的？我想请您以赞助商的影响力恢复周继春的比赛资格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也是孔令仪。继春，你知道孔令仪为什么和你分手吗？我可以让人马上恢复他的学籍，但有个条件，你们必须分手。那是他和他父亲达成的一个协议。去留之间该如何继续？怎样的爱才能换回你？满意的，我们牵挂之前的美丽。
妈，志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在屋里啊。志芬，志芬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我什么都不想听你说。我知道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听，但是我还是必须跟你说，志芬，对不起。你跟我说对不起。志芬，对不起，但我还是必须诚实跟你说，我爱孔令仪，我心里还是忘不了他。菊芬，菊芬，走开！哎呀，哎呀，菊芬，哎，菊芬，菊芬，放开我！妈，妈，妈，你不是回乡下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乡下才是你待的地方啊！等一等。季春是我的，我要定了。季春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你胡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人！反正你不能杀他，他是你妹妹。但是我必须诚实跟你说，我爱孔令仪，我心里面还是忘不了他。周季春，我恨你。孔令仪，我恨你。菊芬，菊芬呐，这样吧，你往那边走，我往那边找啊。菊芬，找到没有啊，振生啊？菊芬有来你这吗？菊芬她怎么了？刚才菊芬一生气突然就跑走了。她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这季春，你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？不然她怎么会不辞而别呢？他看到我又去找令仪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又找孔令仪？你这样对菊芬也太过分了吧。振生，我去找他。振生，怎么样？我找过了所有的春草，找不到他。你该回去上课了，我来找吧。你这样不上课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你有什么好过意不去的？我找他又不是为了你。我答应过菊芬吧，要好好照顾他。我就不该同意他搬回咸鱼店，我不该看着他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，我可以阻止他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找到他。振生，你是不是喜欢菊芬？是的，我喜欢他。老板，有位倪小姐找您。哎，菊芬，你怎么来了？陈老板，泡杯咖啡去。好，来坐，坐，别客气啊。来，怎么样？身体恢复的还好吗？很好。
看你这身打扮要出远门啊。你不是回了乡下一趟吗？我是刚回去一趟。去跟周继春结婚了？没结成。让孔令仪给搅了。你看，我对你的事还略知一二吧。哎，令仪这个丫头是个女霸王，她有的她不稀罕，她偏偏稀罕那些不属于她的东西。她不但稀罕，她还明火执仗的去想，非抢得手不可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陈老板，我求您收留我，我什么活都能做。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安身的地方，我不怕辛苦。你坐下，坐。为什么要留在上海？我不甘心。不甘心？你想跟孔令仪别苗头，把周继春抢回来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我不甘心。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可以享福作乐，有的人生下来就要受苦受罪？这世界不公平。来，喝杯咖啡。谢谢。兰嫂，哎，老爷，您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阿珍不是做了这个月底要回去嫁人了吗？我给你找了个帮手，哦，以后阿珍的活就交给她干。啊，哎，这姑娘怎么看上去眼熟啊？她叫菊芬。菊芬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那个那天出车祸的那个吗？嗯。这是兰嫂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量请教她。兰嫂你好。哎哎，安排她住的地方。是，来跟我走吧。哦，兰嫂。哎，明天我要在家里请个客人，你准备准备。是，老爷。来走。找到了吗？那我再去找。哎，别找了，其实我也知道不用找，就算找到了他也不会回来。对不起，季春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和菊芬可能早就结婚了，也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。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。我的错。季春，无论如何，我们要把他找回来。轻点啊，这很贵重的。这一个小酒杯啊，就是我们一年多的工资。这一个水晶杯，我们干一辈子都赔不起，你知道吗？要轻一点啊。这是谁呀？啊，少奶奶，这是新来的下人，叫菊芬。啊，菊芬是来顶阿珍的缺的。菊芬，快叫少奶奶好。少奶奶好。你是菊芬？嗯。哦，你是不是那个咸鱼头周继春的未婚妻啊？哎，少奶奶问你话呢。少奶奶，
菊芬是老爷请来的。哦，老爷请来的，那是贵客了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嗯，兰嫂，哎，我的药你给我煎好了吗？煎好了，送到我房间里去吧。好。哦，少奶奶，嗯，老爷要在府上请客。请客？请谁啊？我不清楚，老爷没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谁来咱们家做下人了吗？谁啊？说出来还真得吓你一跳。哼，不会是阮玲玉吧？想得美，是菊芬。谁？他上这儿来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你爸打的是什么主意啊？你问我呀？我问户啊？肯定是在打周继春的主意。我看你呀是脑子进水了，老爷子要跟周继春套近乎，怎么也不会让他的未婚妻来我们家当下人呢？再怎么着，也得让他当个什么接线小姐、收发小姐什么的闲差呀。说的也是啊，这个老爷子还真叫琢磨不透。少奶奶，您的药放这儿吧。是。你说你没病，你一天到晚吃什么药啊？弄得满屋子都是中药味儿，难闻死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送子汤，喝了保管生男孩。哎，你都喝了一个多月了吧？肚子有动静吗？神经！你不使劲儿，我喝再多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儿子，回来了！哎呦，你怎么弄得满头是汗呢？哎呦，来，天哪！哎，菊芬找到了吗？我怎么觉得菊芬没有离开上海？我最了解她，她心高又好强，怎么会就这么回到乡下去呢？别着急，再找找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哦，儿子，我忘了，今天来了一个男的，给你送了一封信。喏，在这儿。我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。金元证券。哦，我想起来，那个男的说，那个陈老板呢，请你去吃饭，说有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说，下午啊就派车来接你。你准备一下吧。周先生，请，请稍等一会儿，我们家老爷马上就下来。周先生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哎，陈老板，我还是叫你季春吧。好，今天你肯赏光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来，把外套脱了，自在一点。杨管家，哎，帮他把外套脱了挂起来。是老爷，坐。周先生。李师傅，你道工真好。马马虎虎吧。哎，老爷好久没在家请客了，今天来的什么贵客？不知道。哦，来尝尝这个茶，这是新来的明前龙井，很香的。谢谢老爷。哎，爸。爸。哎，你们应该认识吧？哦，周继春，我们本来就认识。大名鼎鼎的数学神童，我们怎么能不认识呢？爸，您今天要请的贵客就是他。是啊。看不出来啊，咸鱼头，
这么快就成为了青年才俊，要想成为我们陈公馆的座上宾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瞎说什么呀？啊，爸，季春，你们先坐着，我们上楼把东西放下就下来。嗯，来，你坐。到我这来就当成自己的家，别客气啊。陈老板，你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吗？那，你先别心急啊，待会儿自然就知道了。趁着吃饭前的空档，我们玩几把21点吧。陈老板。哎，上回你连赢我3把，我耿耿于怀哦。你总不能不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吧？啊？哎，好。哎。老爷。从小就喜欢数学啊？嗯，小时候我们去镇上卖鱼，我不喜欢用算盘，我比较喜欢用心算。那镇上的人就不是很服气，有一次他们就找了一个账房先生来，看是他打算盘快还是我快。结果呢？我快一点。厉害。啊，坐下，我拿牌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老爷子在打咸鱼头的主意。打就打呗，不就是个咸鱼头吗？拿了冠军又怎么样？他照样还是个咸鱼头。拿冠军是没怎么样，但是要进了金元证券，受到老爷子的栽培和重用，这条咸带鱼恐怕就要翻身了。你想太多了，你还不了解我父亲，在他这个人眼里，只有利用，没有重用。除了他自己，他不相信 anyone。 可是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咸鱼头还有那个菊芬进了我们陈家，会对我们不利的。有什么不利啊？我也说不上来。那要不要我找人把他给做了？做你个头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先观望一阵子再说吧，看咸鱼头能翻出什么大浪来。哼，我还以为你能想出什么高招来呢。你19点，那我肯定要加了。哼，又爆了。我怎么就玩不转你呢？我运气比较好。这不能全凭运气。什么时候会玩的？嗯，我上次看令仪玩过几次，就看几把就会了。嗯，玩这个无非就是记牌跟算牌嘛，其实他运气跟技巧各占一半。哼，有道理。还要吗？哦，要。伯母你好。哎呦，是令仪呀。哎，这是给您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还带东西来呀，快坐快坐。季春在吗？哎呦，坐下坐下。哎，找季春呐？嗯，他没在。你找他有事儿吗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季春说。重要的事情？哎呦，那你跟我说吧。嗯，是我和季春两个人的事情。你们俩又有什么事儿了？伯母，您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很难啊？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的幸福而幸福，为他的快乐而快乐，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一切。伯母，您说对吗？我听不懂。根据我的经验呐，要想被别人爱，首先你得爱别人，而且还让自己变得可爱。我不够可爱吗？你让我说实话嘛。你不可爱，就是有点漂亮。你霸道任性，翻脸不认人。那怎样才能变得可爱呢？这个嘛，你得听我的。一，你不能说别人不爱听的话；二，不能做别人不想做的事；这第三，要变得温柔、娴熟、体贴，还要变成一个
淑女，这就可爱了吗？对呀，啊，就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人呢？哎，书房里。啊，去看看。18点。还是没你点子大呀，先不管输赢，你觉得我这把牌还能要吗？我绝对还可以要。你赢了，现在我还能要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别弄，别弄，少爷。运气好啊！老爷，晚宴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和客人入席吧。好，吃饭。小姐，把那些诗书都拿过来。小姐又要写情诗了？哪那么多废话，拿去。你是要唐诗、宋词还是诗经啊？全都拿来。又都拿来啊？来，我们为季春干一杯，为我们的数学神童打败英国人，为国争光。先别忙，季春。你不是急着想知道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嗯，兰嫂，哎，请他出来。是老爷。季春，别紧张，老爷是想给你个惊喜。志芬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。你到这儿来干嘛？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。菊芬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不管碰到再大的事，也不能不告而别离家出走啊。你一个单身女子，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？后果不堪设想的。要不是你来找我，季春还不知道你的下落，你想他会有多着急啊？哎，你俩到底结没结婚啊？我怎么有点糊涂了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不要乱说。我说的是实话呀。看来呀，我得重新开始审视你们这帮乡下人了，挺摩登的。一会儿同居，一会儿又玩失踪，挺多姿多彩的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来，菊芬坐下。不了，我下去干活了。菊芬，今天你不是下人，你是客人，坐吧。嗯，坐吧。陈老板，谢谢你收留菊芬，我敬你一杯。应该说是我们有缘。陈老板，吃完饭我可以把菊芬带走吗？我不走。菊芬，老爷、少爷、少奶奶，菊芬，谢谢你们收留我，我敬你们一杯。
我先下去干活了。菊芬，菊芬，啊，季春，先别急，坐下来，安心吃饭。吃完了饭，你要带他走就带他走，你愿意让他留下来，那就留下来，全部自由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喝一杯。好了，咱们吃饭。嗯，来。哎呀，难得啊，我的闺女用起功来了啊。哎，你这是学写诗呢？写着玩的。哎，给老爸背上几首。爸，你能听懂吗？笑话，小看你老爸呀。嘿，想当初你老爸在学堂念书的时候，不仅精通四书五经，就是唐诗宋词也是倒背如流啊。哎，你说是李白还是杜甫的，王维的还是苏轼苏东坡的？哼，老爸给你背首啊。床前明月光，低头思故乡，举头望明月，疑是地上霜。哎，你们笑什么呀？我背错了。老爷，一句都没错，就是顺序错了。爸，就你还是诗圣呢。咱们小姐不是要这种诗，人家找的是情诗。情诗？什么是情诗啊？就是给男人写的爱情诗。鲁健，你这孩子，志芬。跟我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我的气，可是我没生你的气。我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？你喜欢的是孔小姐，不是我。我知道你很为难，但感情的事终归不能勉强。你不用觉得欠我什么，你什么都没欠。我会好好的过下去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是一个鬼门关前走过一遭的人，我更要好好的活着。我相信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菊芬，你好像长大了。每个人都会长大，我也不例外。你不可能永远照顾我，我有自己的生活。对不起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？不像我的季春哥。回去吧，菊芬。看到陈老板这么器重你，我很高兴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回去吧。那我走了。代我向干妈赔个不是，这段日子我脾气不好，老是跟她怄气，叫她不要吃太多咸鱼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。菊芬，有事别忘了找我。我会去。会吧。哟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吗？
一脸的不高兴。没有啊，妈，菊芬找到了。菊芬找到了？嗯。哎呀，在哪找到的？在陈老板家。陈老板家？他到陈老板家去干什么呀？帮用。帮用？他到陈老板家去帮用？嗯，今天陈老板就是为了跟我讲这个事情才叫我去吃饭的。哦，那你有没有见到菊芬？嗯。你怎么不把他带回来呢？他不肯回来吗？为什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菊芬看到你们俩好，心里头不舒服。哎，平时啊，我总说菊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可是从小啊，我是看她长大的，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，看着她受委屈啊，我这心里头啊也心疼。好了，儿子，不想那么多了啊。啊，那个今天下午孔小姐来找过你了。什么事？他说是你们俩的事儿，还说爱一个人好难，其他的我都不懂。妈，菊芬找到了，你也可以放心了。嗯。去休息吧。哎。哎呀，菊芬找到了，找到了好啊，找到了好啊。杨管家，哎，老爷，帮周先生衣服脱了挂起来。是，老爷。兰嫂，哎，菊芬啊，怎么还没歇着啊？这楼上怎么回事啊？上面在打扫卫生呢，没事啊，歇着吧。受纺织品出口关税调涨的影响，今天股市一开盘，善言股就狂跌了30点，目前已经跌破10块钱大关。我已吩咐下面能吃进多少是多少。我们现在对善言的持股比例是多少？大概是17%吧。孔老板有什么反应？嗨，那些股市白痴能有什么反应啊？他们还以为我们为他们托盘呢，对我们感激不尽。别松懈了，我还要让他喘不过气来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善言商号从意大利进口的那批丝织机已经到了广州口岸。我知道。老板。嗯。周继春先生求见。人在哪儿？在会客室。让他在办公室等我。是。
把上星期的报表做出来放我桌上啊。是。你找我啊？陈老板。找我有事啊？哦，我是来还你这个的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陈老板放在我口袋里的。我没在你口袋里放东西啊。可我昨天回家以后他就在我口袋里了。那里面是什么？我没有看，不过摸起来像钱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我让管家老杨放了点钱在你口袋里。我把它还给你。那天我们玩牌你赢了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可我们一开始没有讲好要赌钱。季春啊，有句话听过没有？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清则无朋啊。嗯，可是我觉得人至清则无朋是品性的问题。如果拿了这笔钱的话，我对我自己的良心会过不去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就收下了。谢谢陈老板。我带你到处看看。好。好看吗？喜不喜欢？喜欢呀。小姐，喜欢就送给你啊，怎么样？送给你们两个人的意大利新款的凉鞋。哪个是我的？这个。这个。令姨，你太好了。佩珠，这是给你的。每次跟你约会，哎呀，都有礼物。你要是男的该有多好呀，我就再也不用寻寻觅觅了。Miss 孔，看来你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，说出来让我们也替你高兴高兴。喜事倒没有，我倒是有一事相求。哟，你真是太抬举我了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听说菊芬在你们家帮佣，我希望你多担待她一点。菊芬是谁啊？菊芬吗？就是周继春的未婚妻，我们 Miss 孔的情敌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菊芬就是舞会上陈子布带来的那个乡下女孩啊。就是。哎 ，Miss 孔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看着那个菊芬，不许她对周继春轻举妄动啊？那倒不是，菊芬是个生手，有很多地方她不熟练，我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担待她一点。哟 ，Miss 孔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，你怎么替情敌说起话来了？我看是周继春要你来的吧，大概现在周继春让你往东你都不敢往西了吧。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被一个咸鱼头吃得死死的？这就更不像你的风格了。这个咸鱼头到底使了什么魔法呀，让你有如此巨大的转变？改变倒是没有，不过我学会了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而不是一根筋通到底。佩珠，那件事情麻烦你了。拿了冠军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还想继续念书。男人念书为什么？念书未必能打天下，打天下未必能得天下，那还得靠你的时运和机遇，这就叫天时地利人和。如果我给你打天下的机会，你还念书吗？陈老板的意思是，对股票有兴趣吗？股票，我从来没接触过股票。没接触过可以学吗？你看令姨玩几把21点就能上手了，证明你有这个能力。以你这样的数学天赋来说，按部就班的读书只会扼杀你的天分。我希望你加入我的金元证券，从头学起。有人说，谁要征服了股市，谁就征服了金钱，谁要征服了金钱，谁就征服了天下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
上海滩会是你的天下。郑老板，能够精通数学未必能够精通金钱，再加上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赚那么多钱，我其实只是一个没什么见识的学生，怕难以担当你交给我的重任。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实话告诉你，那信封是我放进你口袋里，可是你连拆都没拆过。我喜欢这样的性格。有人说啊，要想征服股市，就要先征服自己对金钱的贪念。金钱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贪念。你只有藐视它，最后你才能拥有它，不会被它吃掉。记住这一点。再教你一个做人的秘诀。人字怎么写？一撇一捺，这一撇是财，这一捺呢是德。一个人有财还必须有德。我非常看好你这方面的潜质。陈老板，我想不用急着答复我，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我等你消息。令仪啊，你今天这请的是什么贵客呀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呀？您呀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哼，饿了吧？来吃这个。小姐，客人来了。看什么呢？在这儿呢。你爸在吗？在啊。这怎么？爸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我爸呀，今天亲自请你吃饭。来，坐，坐。令仪，爸，这次季春得了冠军，我们应该好好为他庆祝一下。阿香，哎，开香槟。是，小姐。我来吧。爸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季春我们棒城争了光。那你们俩聊，我去给你们做个菜。我先声明一下啊，今天这顿饭不是我请的。魏先说是令仪安排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好，咱们闲话少说，只喝酒。喝酒。我告诉你，周继春，你别以为你得了什么破冠军，就癞蛤蟆爬到秤盘上自称自贵。在我眼里啊，你就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永远是个卖臭咸鱼的穷小子。伯父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别叫我伯父。你想攀孔家这门亲戚门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孔善人还有一口气，你就别想进这个家门。谁想进你家的门呢？你不就嫌我穷？你说的对，我就嫌你穷了。怎么样？你狗眼看人低。你敢骂我？你个臭小子，嘿，混小子！季春，季春，你去哪儿啊？季春，怎么了？去问你爸。季春，老爷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令仪。是的，太就是不懂事了，就是老惹我们家老爷生气。就是，老爷，你别跟他生气啊，就是生的气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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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爸，你干嘛把季春气跑了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哎，
你为什么说是我请他吃饭的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好吗？哼，我看你啊，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你被他整得还不够惨呐？这不怪他，爸，你不是喜欢财吗？他可是难得的才子。老爸看中的是钱财的财，我不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穷打鱼的。令仪，老爸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，老爸过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，你别信那些骗人的鬼话，什么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，哼，女人就是不能追男人。你看这历史上哪个女的追男的有好果子吃了？那苏三、杜十娘到最后还不都是让那个男的给抛弃了？爸，季春不是那样的人。哎，你可答应过我跟他一刀两断的啊。情况在不断变化吗？嗯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小子身上有一股邪劲儿，我看不顺眼。嗯，爸。谁要征服了股市，谁就征服了金钱，谁要征服了金钱，谁就征服了天下。陈老板，我决定到你的公司上班，请问你愿意用我吗？好极了，你已经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，恭喜你。加油，好好干。40年前我还是个穷小子，只身来到上海，无以为生，靠给人家擦皮鞋过日子。那个时候我就常想，有一天我要活得像个人样。陈老板，那你觉得人应该怎么活着？像我们现在这样，站在城市的最高点，俯瞰这些底下的人群，鸟瞰这世界。原来上海这么大。那是因为你站在这儿，才会发现上海滩的壮观，才会发现底下这些俗人的渺小。天才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站在人群的头顶上。我是天才吗？哼，让时间来证明。现在都没到，难道他不知道今天要补考吗？知道知道，吴教授，麻烦你再等会儿吧。我早就成江湖郎中了啊！我们常说，如果你想把一个人送上天堂，带他到这来；如果你想把一个人送进地狱，也带他到这来。
这就是股票资本市场的美妙之处，也是它的可怕之处。没有人能抗拒这个致命的吸引力。在这里，只见漏夜赶客场，不见辞官归故里。你一旦参与了这场金钱游戏，你就跟他牢牢地绑在一起，很难脱身的。拿一下，帮我去买20股升阳机器。是。来，建宁兄。哟，单仁兄啊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聘请的职员。不用介绍，我们认识。建宁兄动作真快啊，把数学神童网罗门下，想必将来大有作为啊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将来还是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小伙子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你可不能让陈老板失望啊。我会努力的。告辞了。回见了。臭小子，以为跟着陈建廷就能跟我较劲儿了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架。老爷，千万别跟这个毛头小子怄气，小手怎么能跟大头较劲呢？别说是他了，陈建廷都不是您的对手。令仪要是再跟这个臭小子来往，看我不打断他的腿。哼。陈老板，申阳股票涨了。去把它卖了，看见了吗？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一个买进一个卖出，转手就赚了1000多块，1530块。你估计要捕多少鱼才能赚到这个数啊？未来的世界就是个钱生钱、利滚利的世界。好好琢磨一下，啊！去买几套体面的西服，明天就上班。加油！教授等了你上午，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今天要补考？我去了金源证券。去找陈建廷。我答应去他的公司上班。我替你办复学手续，你答应去他公司上班？对啊，我觉得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季春，为什么短短24小时你的变化这么大？很简单呢，我想要赚钱，我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。季春，你没钱可以管我要啊，我给你。我为什么要你的钱？季春，你是数学天才。数学天才又怎么样？数学天才还是被人家看不起。谁瞧不起你了？季春，我爸说你两句你就放在心里了，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？我就小心眼。你犯不着为了我爹放弃你的大好学业呀。大好学业，大好学业不就是为了谋个好职业？谋个好职业不就是为了赚大钱吗？这大上海十里洋场，说穿了不就是十里千场？我妈说的对，有钱雄赳赳，没钱家一把口。没钱练天大的本事，还是被人家欺负，还是被人家看不起。季春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开口闭口都提钱的俗人了？你不俗，是因为你还是金汤匙出身，你不用为了五斗米折腰。那你为你的五斗米折腰去吧。
嫌我穷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嫌你穷了。怎么样，陈老板，我想到你的公司上班。你已经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。